效和作用。嗯，无聊死了。是你呀！哎，大老远看的就是你，好巧啊！你怎么上来了？我上来的时候可给了城门官一锭银子的。哦，我给了两锭。怎么又学我？那倒没有，你喜欢李玉峰，我就不喜欢。你专门来看我的？是啊，长安城内最近风言风语，在传隔壁山上最近闹妖，专门抓人挖心用来练功。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下你，小心妖怪。呸！什么妖怪不妖怪的，我才不相信这天下有妖怪呢。不过我看你倒挺像妖怪的。嘴还是那么毒啊。无恙，听说有门武功叫玲珑引，练此功者需找七巧玲珑心用来做药引入药。不可能，天下就没有此武功，所有的武功一旦嗜血而成，必是死路一条。所谓说来得快去得也快，不长久。好，那你接着听风赏夕阳，告辞。告辞。玲珑心药引，七巧玲珑心以活人心肝入药引，可练成奇术。每食一颗练功，可增加十年功力。被此功伤者，无医可解，必死无疑。必死无疑。这么可怕。好，我立刻拿着去交给张梅山。你让张梅山告诉大家，就说凤凰山上死了个猎户，那猎户叫什么，他为什么就死了呢？叫李水旺，被凤凰山上的妖怪给咬死了。是李阿旺。公子，咱们这么骗下去，一旦事情败露，我唐天行的一世侠名怎么了？怕了？我看你是不想还你的赌债了。唐门主，我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牢靠之人，所以我就再告诉你个大秘。这些年我在江湖中屡次听闻，说凤凰宫内藏着一本可以称霸武林的秘籍，叫玲珑引。你只需让张梅山等人带着众人去捉妖，待他们与妖怪周旋之时，你便可以夺取那秘籍，
假以时日勤修苦练，等到大功告成之日，你便可以称霸武林了。若能如此，多谢公子了。下去吧。是。小旺，小旺，旺嫂，唐门主，小旺，你确定李阿旺上山了吗？没错呀，他跟我说要打几位野卫去长安送给赤罗家的管家换一个看大门的生计，这么久没回来，后来我一看他的鹰犬叼着他儿子的铜锁便自己回来了，我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哎，凤凰山一直闹妖，早就听说凤凰宫里住着一只千年老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哎，这下怕是有去无回了。哎呦，你对这熟，向前面看看。哎，妖怪啊！快跑！快跑！妖怪啊！一帮蠢货。诸位英雄好汉，刚才我讲的故事就是唐门主昨日在凤凰山亲身经历。这么说真的有妖？不可能，凤凰山位于嘉陵江边，人杰地灵，怎么可能有妖的？哎，山中遇妖乃是我等的亲身经历，与我同行的那几个猎户就全都被妖怪吃了。不怕各位笑话呀，我当时也被吓破了胆，若非梅公相救，恐怕我也是性命不保了。哪位英雄好汉胆敢上到这凤凰山抓回妖怪，为天下除去这一祸害，本人愿意花红万两相送。花红万两，并赠与藏剑阁稀世珍宝。藏剑阁那里面可都是好东西。一剑。我听说那妖怪还有一本独步天下的武林秘籍，唤作玲珑眼，他吃人就是要练那秘籍上的武功。哎呦，咱们这说明这妖怪一定很厉害。李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啊！怕就回去吧，别跟。谁说我怕了？小爷我是吓大的。李大哥，你在看什么呢？你看，越过这座山头就是一片沙漠，穿过沙漠就是汪洋大海。买一条船，云游四海。岂不快哉？我就弄不明白了，你那么得秦王的信任，本来可以扶摇直上的，而且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你就这么不辞而别了，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扶摇直上，惊天动地，难道你身在天地间就是为了这些功名利禄？干什么呀，李大哥，那么好的一把刀，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它给扔了？如今天下太平，我也不需要留在长安了，我想远离这些官场的是是非非，
当今的圣上也是希望你留下来做官的，你为何不要呢？江湖中人来去自由，浪迹天涯岂不是更快活？一壶浊酒，一方天地，三五知己，足矣。哎，李大哥，那你说我算不算你的知己啊？哎，你不用回答。那薛姑娘怎么办呀？李玉峰，你这个混蛋，哼，出去云游五分钟你都不带上我，你死了算了。哼，不行，你得毒发身亡，快致死了，被人抬过来让我医治。嗯，我就是不治，我气死你。哼，我还得让你求我，求我还是不治，我得看着你一点一点毒发身亡致死。哼，李玉峰，你这个混蛋，你干嘛呢？说你呢，说话呀。九爷说了让我照顾好你，你砸的这些都是鹤顶红和孔雀胆，都很名贵。也是。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他们去哪儿啊？他说他会在路上留下记号，只要你答应，就让我编个谎话骗李大哥和他自己回来。嗯，那你愣着干什么呀？快去编啊。我如今身为大理寺正职，不可以骗人。你编。就说我被绑架了。哎，他们肯定会回来救我的。你就说是你爹爹亲眼见到我被绑走的，这样可信度最高了，是不是？一会儿啊，你把我那汗血宝马给骑走了，他们都认识。嗯，这主意好，怎么这么聪明？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走啊？你个木头，你这药杵子还笨了你。我百花谷是多么大的道理，我凤凰山的一草一
路都用白骨滋养，血液交换，只要你踏进半步，定会生不如死。这是要去哪儿啊？上山捉妖。今日的天色有异，怕是多有不测。各位兄台，何不另择一良辰吉日再上山捉妖啊？请问少侠从哪里来？长安。既然兄台从长安来，难道不知道城里正在悬赏捉妖吗？你们几个就不怕送命吗？我们人多，抓住妖怪又能换钱，还能得到神功宝典，岂不两全其美的好事？我们走。喂，李大哥，他们凤凰公主，你这几招金针倒是跟家母有点像。公主姐姐，江湖之中尔虞我诈，我看你细皮嫩肉的，不如跟了我，好歹你也算有个依靠。无耻之徒，贼人趁我们练功擅闯入谷，罪大恶极，看我杀了你。可惜了，我还不知你功力深浅，断然不敢正常与你交手。李大哥，我们不是说好了上山捉妖的吗？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起酒来了？妖我是不信的，不过那本武功秘籍有可能是真的，所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捉妖。你说人的贪念怎么那么可怕呢？你说的对，是人是妖就在一念之间。九爷爷，九爷爷，九爷爷，叫，哎，叫，这个孙子怎么来了？九爷爷，李大哥，你怎么来了？九爷爷，出事了，血姑娘出事了。啊！你们这一走啊，血姑娘就被人绑架了。我原本想追上你们，告诉你们一声，这还真是。喂，李大哥。饰演的不错。自古痴情空遗恨。怎么还不来呀？死哪儿去了？一会儿让你看着我吊死在这儿，让你心疼死。不过你能抱着我下来也还不错。
是吧？不看病，关门了，来，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干嘛？你们再过来，我上吊了！带走。别被他们抢先了，快快快快快！这戏演的也太逼真了吧！厉大哥，有吗？没有。薛姑娘，薛未央，你赶紧出来，别玩了！这什么味道啊，厉大哥？几位姐姐，你们真的好美啊！几位姑娘是在此等我们吗？我家夫人有请。我们为什么要去？雪未央在我们手上。好了，说吧，我听着呢。我说，我要死了。哦。你真他妈冷血呀！你就舍得让本姑娘在这香消玉损吗？我当然不忍心啊，我那么喜欢你。可你这个女人太毒，拔根头发都能毒死人。身上带那么多毒药，给自己选个舒服点的吧。这你就不懂了吧？只要毒死了多难看呀！这一中毒，脸上都是黑的。万一吕玉峰来收尸，看着我脸上黑漆漆的，多难看呀！他会嫌弃我的，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女人真是麻烦，死你都不怕了，还想那么多。哼，你不是女人。你又怎知女人心？你不知女人心，你又怎么会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呢？得人心，得人心他行啊！你又抓了一大夫？不是大夫，是女妖，挖人心那个。女妖，你！我帮你说，我缠这么圈，你这是哎呀！要不要我帮你啊？怕了？他每隔三个时辰发作一次，你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喂一次那个什么肺功散，他武功废了，你自然安全了。我没带。我今天看着李玉峰了。在哪儿？想见他呀。啊，那你就乖乖听我话，每隔三个时辰喂他一次药，不然的话，
你这辈子别想再看着他。哎呀，干嘛呢？赶紧上去！快点去！给我喂了，小爷，我的脸是岂是你们随便碰的？哎呀，李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可以吃的那么镇定？快点吃吧，待会儿还干活呢。我，小爷，我死都不会吃这狗贼的饭的。九爷爷，你要是收了我们，我们就给你解穴。你们会功夫？跟夫人学过几招傍身。你们夫人是谁啊？夫人是夫人，就是我家夫人呀。哎呀，只可惜啊，我皮相普通又穷得叮当响，不然的话，我倒是很想怜香惜玉，替几位姑娘赎身呢。哼，何兰，你这个混蛋！薛姑娘到底在哪儿？九爷爷，你要收了我们？你们跟着你们夫人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跟着我呢？这长安城里有一句话说得好，千好万好，不如赤罗家的一根草。这人人都想进赤罗府啊，哪怕当一个扫地的丫鬟呢。是啊，是啊，就是。这也是一番好意，替你测测李玉峰是不是好色之徒。聪明的话，你就乖乖听话。老李那个女人，我就交给你了。事成之后，我自然放了李玉峰。罢了罢了，你们几个。谁会解穴？赶紧帮我们解穴，然后出门，直奔赤罗府，告诉他们我赎了你们。以后啊，你们就是我赤罗京的人了。真的吗？真的。如果以后你们夫人来找你们，就直接让她去找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哎，八哥也行。薛姑娘已经被我们家公子送到山上去了。什么山？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公子明日要出城。你们家公子住在何处？这……哎，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们已经是我赤罗京的妾室了。哎，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赶紧给我说实话。是相公。什么？李大哥，你刚才一直在演戏呢，你啊！你们都去赤罗府躲起来吧。喂，李大哥，你先帮他们把血给解了呀！你等等我呀，李大哥！喂，不好意思，四个姑娘辛苦了啊！喂，李大哥，这李少侠果然厉害，公子和夫人怕是遇到对手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是您是服了费公散，怎么气色反而越来越好了呢？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我救了你，哎呀，没有没有，我给你服的不是什么好药，是费公散，不是我要喂你的，是贺若兰那个贱人让我喂你的，她让我三个时辰喂你吃一次，现在已经过6个时辰了。 我没胃呢，那姑娘就再喂我一颗吧。不行不行，你会更严重的。难道我现在还不够严重吗？我不想害死你。姑娘就再给我一颗，当时救我。 好吧。 我之前练功到关键时刻，被那贼人掠来。当时经脉逆转，走火入魔，姑娘给我吃的药看起来是要废掉我的武功，但实际上化解了我的经脉逆流，反而救了我。原来是这样，那我明白了。对了，我也是那个贺若兰抓来的。 你为什么被抓来啊？他说我藏了一本秘籍，非要我交出来。我只是一个弱女子，20多年来只生活在那宫中，并未踏出宫门半步，哪儿见过什么秘籍？想不到你也是个可怜人，我出来是被抓来的。 身上没有带什么草药，否则我一定会把你的伤治好的。姑娘的大恩大德，我无力回报。可否劳烦姑娘帮我解开身上的穴道，这样我便可以自行休养，只需一夜便好。这个，你我都是被抓来的苦命之人。 难道姑娘还信不过我吗？我不是信不过你，我感觉怎么样？你要干什么？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为了报答你，从今天起你便跟在我身边，叫我姑姑。你可以成为我的贴身侍女。你到底是什么人，姑姑？凤凰公主。 什么呀？
我不是让你站在这儿别动。不过你在吃什么呀？天下第一药王的徒弟，就这么点胆识？那姑姑，我们现在去哪儿啊？等我的功力再复一成，就去找我的和你的仇人报仇。行踪不定，住所隐蔽，照这样下去，我们明年也找不到何如兰。什么地方？为何闹市中会如此阴森呢？走，去看看。好。母亲，孩儿已准备完毕。马上可以将您易容成凤凰公主的样子。那李玉峰呢？他被我点了穴，困在万花楼，有梅兰竹菊四匹看着他。好。还是要防着他点儿，别让他破坏我们的计划。啊，有雪未央在咱们手里，他不敢乱来。但愿血未央他肯乖乖的喂药就好，不要瞎折腾就行了。这个母亲可以放心，血未央那边已经知道了我把李玉峰困在万花楼，所以他自然也要乖乖听咱们的话。好聪明的孩子啊。像吗？像。看样子的功夫你学的真的是炉火纯青。都是母亲教的。
你可越来越招人烦了，李玉凤，偷听人墙根可不算什么真本事。我们也是刚到此地，不知这窗内的是贺兄，还以为是一对偷情的男女。住口！贺若兰，你把薛姑娘给我放了！你这个无耻小人！什么薛姑娘、白姑娘，我没有见过，滚出去！你少放屁了！你把薛姑娘给抓了，你当我们两个是傻子吗？ 李玉峰身为一代大侠，说话竟然如此轻浮。母亲不该下如此杀手。李玉峰平日并非如此轻浮，不知今日为何？或许是因为孩儿抓了雪未央，他是一时性急。天下英雄，皆过不了美人关了。 此刻你倒是视他如知己一般啊。李玉峰虽是敌人，但也是当时真正的大侠。孩儿有时恨不得撕了他，但他也是孩儿最敬重的对手。若要进行我们江后的计划，李玉峰将会成为我们最大的绊脚石。但是杀了他有损我的声誉。如今他们二人只是中了我的睡梦金针，三日之后便可进行。 为了以绝后患，娘已经私自惩罚了那凤凰公主。明天清晨，娘会派人将她和雪未央装入箱中，运至凤凰山。我要让天下群雄见证，我手刃千年老妖。
让他们在我面前俯首称拜。好，母亲，孩儿抓那雪未央是为了让他给凤凰公主喂药，好废了他的武功。如今目的已达到，孩儿想放他回去。不行，他那么能干，我要让他成为我的侍女。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准备吧。是。莫非这山上真的有妖？那些话是你编造出来骗那些蠢才侠士的，现在连你自己都信了。这凤凰宫着实不简单，孩儿虽然抓了凤凰公主，但是里面机关密布，难保不会有其他的才能意识。凤凰宫前几辈确实是可以呼风唤雨，但现在一代不如一代。你那么轻易的就抓了他，还打伤了几个侍女，你的功夫在他之上，这你大可放心。不过你的计划娘倒不是很明白，我们既然抓了凤凰公主，把她献给天下群雄祭祖，现在还要假冒她，寓意为何呢？此番群雄上山皆是为捉妖和那秘籍，我们便假冒凤凰公主，制造妖怪杀人的假象，来一个杀一个，假以时日，世人便知道这天下英雄皆是被这千年老妖凤凰公主所杀，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届时群英激愤，我们再将这老妖怪献出，这样我们就能轻松统治我们。好计谋，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隐恨，恨自己太贪太傻。不过傻子是没有资格统治江湖的。风诡异，总有变动，你们先找个山洞躲一躲，我带一队箭子在前面探探。
你们随后跟来也不迟。他是不是妖怪来了？我们就是来找妖怪的。来了，正好捉住他。沛公，我和你同去，万一遇到了玲珑眼秘笈，也免得你落下要独吞的罪名。行吧，走。驾，驾。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不测？难道是被妖怪吃了不成？如果妖怪集体出现的话，我们会全死的。饶命啊，饶饶命啊！杀了他。母亲，他是四把刀的堂主。饶命啊！进了山谷一样是死，既然遇见了我们，死在我们手里又何妨？饶命啊，饶命啊！啊！母亲，穿过这个花道，便是凤凰宫。兰儿果然聪颖，连凤凰宫这么隐蔽的地方都可以寻得到。她并非孩儿聪颖，实在是这个凤凰公主太过愚钝。母亲，这除阵看似简单，实则是以八卦阵型摆放，普通人进来定然会迷失方向。可孩儿未曾想，母亲竟然如此精松，而且对八卦阵也略有研究。
孩儿设下如此弥天大计，为娘为了助你成功，平日在书房里也读了不少关于奇门遁甲的奇书，所以才能破得此阵。是啊，这凤凰宫上得容易下得难，等那帮傻子都集中到宫中，我们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网打尽，将天下收入囊中。公主，兰儿，你带两个侍女出去把箱子取。是。梅公，这凤凰公主果然狡猾，竟然把她的宫殿建在这等深山密林之中。是啊，过了这道山门应该就是凤凰宫了。今日你我众人一鼓作气杀入这妖女的老巢，为天下武林除去这一祸害。好，大家小心。你们先把箱子抬进去，我去看看。是。老妖，我们今天就收了你。那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尽管出招吧，我死了，后边还有大队剑客等着要你的命。识相的话，就赶紧把秘籍交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废话真多。Thank you.
不用呢。逃犯无阻，只要你不多管闲事，几日后我便还你。贺老板，你还有什么诡计吗？是。李易峰，谁？冲啊！出来！我。凤凰公主，你不是被我母亲挑断了手足筋脉，关在瓮中吗？我母亲呢？这还要感谢你关在地窖那个小神医。要不是因为你每三个时辰让他喂我一次药，恐怕我还没能好得这么快。今天我也让你尝尝偷袭的滋味。我要把你的心肝扒出来，练我玲珑引的最后一次。我死又何妨？但是我母亲呢？还有救了你的那个姑娘，你把他们怎么了？真枉费你还是个聪明人。那夜我想找你报仇，识破了你的诡计，挑断了你母亲的手足筋脉，假扮成你母亲跟你出了长安。一路上我都知道李玉峰就藏在车底，但你却不知道你母亲和那姑娘藏在哪。公主，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母亲，母亲！好姑娘，姑姑是不会害你的，只要你发誓跟着我。你到底是人是妖？你说呢？我吃了那么多七巧玲珑心，早就已经麻木了。你还骗我，七巧玲珑心根本无法练功。我何若兰，我骗了你，七巧玲珑心可以练功。他已经练成了玲珑影的功夫，此刻恐怕早已是妖了。我隐居山中50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连当今谁是皇帝都不知道，我连如今是什么朝代都不知道。是你把我抓下山，我开始只想复仇，但是我听了你的计划，觉得也不错。
一统江湖，让所有人跪在我面前，害怕我，崇拜我。自从你杀了那些剑客，我便起了疑心。我母亲虽然有野心，但绝非心狠手辣之人。你还将李玉峰打下山崖，这个老妖婆！那小子功夫不错，但是以我现在的功力，一个李玉峰再加上你，对付你们可能要损伤我的一些元气，所以刚才我是假装战事失败，等你们鹬蚌相争，我好坐收渔翁之利。我贺若兰跟李玉峰斗了那么久，到最后被你给算计了。当今世上最有前途两个高手死在我的手上，也算是我的一种荣幸。我已经杀了那帮傻子剑客，再杀了你，我就可以得偿所愿，然后我就可以血洗长安，天下就都是我的。前辈，高兴得太早了。李玉峰，李玉峰，我第一次盼着你不死。我就知道，你李玉峰怎么会死得那么轻易？刚才我和贺兄打斗，突然间多出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得其中有鬼，于是我将计就计，跳下悬崖。我带我看看你还有什么诡计。好，果然聪明。那不如这样。你我殊死一搏，赢了人你都带走，输了就都葬在我的花梗下。好。替我照顾个袁姑娘。穴道解开啊！我受了内伤，又中了他的毒针，我无法运功。你个笨蛋！我的腰间有个纸包，纸包里面有解药，你快来拿。这是我师父给我的，里面有三颗，采自天山雪莲的花蕊，叫百花服毒丸，它是治内伤最好的药，你快吃了吧。我就吃一颗，吃完快去救李玉峰。走之前，我想问句话。从认识我到现在，你有没有喜欢过我？没有。你怎么把那两颗也吃了？你快帮我把穴道解开呀！我死了，替我照顾我母亲。
兰，走开！我是怕你死在这儿。你不是他的对手。先顾好你自己吧，打成这样好意思说我？我要真死了，照顾好我母亲。你这是何苦？此事因我而起，我贺若兰不比你差。你们两个联手也不过如此。
滥杀无辜之人，终将不得善终。天下和名利在生死面前，终究是过眼云烟。可怜你独守空山，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修炼你这身皮囊，最终还是没有参悟无学的真谛。现在你解脱了，来世好生为人。好生为人，好生为人。本来是人，是你们逼我这样的。罢了，照顾好鸳鸯姑娘，她跟我年轻的时候。浩然，浩然，浩然，你怎么样了？我把你母亲医活了，你快醒醒啊！快醒醒！毒液攻心，来不及了。快醒醒！快醒醒啊！把他们两个都交给我吧。什么？他们这两个七窍玲珑心可以做药引。一念成佛，一念成魔。除去心魔，即可成佛。凤凰涅槃，再生，若来。